我没有多少朋友，大家看到我掉头就跑，没有女孩子愿意靠近我，所以我是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去问我妈，我真的忍不住了，为什么他妈的没有人跟我做朋友？因为你他妈的牙齿很黄啊！我当时我就知道是我力气不够，所以不能把我的牙装得很白很亮，所以我每一天都在训练我的麒麟臂。六年级的时候，我终于达到了1分钟可以刷10000下牙的超高境界，终于我的牙不黄了，但是我的手啊都已经要断掉了，你知道吗？哎，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干嘛要甩得这么用力啊？你可以用一下这种电动牙刷吗？干嘛要去搞这种东西练什么麒麟臂？你以为你是什么佐藤正信大王吗？于是我在网上各种研究，你知道吗？最后我找到了这款叫做 Asmel 的电动牙刷。所以今天其实是一期开箱视频，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镜头，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过开箱这种东西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外包装，然后上面有很多的花花，还有一个 Asmel 的 logo， 这边后面使用说明，还有这个产品介绍之类的东西。 OK， 那么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我们就先打开来看一下。微信扫码激活1年的免费保修卡，他送了2个小牙刷头，呵护款、专业款，这里还有一大串的使用说明书，非常牛逼，我觉得。充电线，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牙刷的本体了。喂，它的声音非常的小，呜呜，这个是个高科技啊！它本体的外观摸起来特别的舒服，而且看起来也特别的帅，有点黄色还。这边显示了有3个模式 clean 清洁模式 white 的美白模式，还有一个是呵护模式。我先插个牙刷看它会怎么样，那我来试试这个呵护款。啊，哇哦，你们可以看一下它不同模式的这个震动的频率。清洁模式看到没，它很模糊。美白模式它没有刚刚那个模糊，说明它真的没有刚刚那样，还是比刚刚那个牛逼。哎，这个呵护模式它就非常的平静。这东西据说是充电3个小时，你可以用个半年。那这个东西它到底跟普通的牙刷有什么区别呢？我从我的哪里翻出来的一个那么旧，看到没，它都已经变得那么黑了的电动牙刷，然后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牌子的。反正它们两个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 Asmel 它是正的声波电动牙刷，它是一个旋转型的，你知道吗？而且它的声音听到没，特别吵，非常的吵。但是 Asmel 它就不一样了，很静，它很安静，它很和谐，它很厉害，我有点迫不及待想使用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刷牙环节。大家好，你们现在在我的厕所里，然后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土味主播来为你们试用一下这个 Usmile 的Asmel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的牙刷，反正它的标志是这个。刷牙湿润一下我的牙刷，这个时候我开启它的开关可能就会丢水，你知道吗？哇操哇操，太狠了吧。这是我的专属牙膏，因为我最近有胃病，所以就是一个杀菌牙膏，就是杀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哇，这个牙膏贼他妈丑，我试试看。那么洗了接近5分钟牙，我感觉我变白了。不管你觉得有没有，反正我觉得它肯定是让我变白了。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的第一个清洁模式我放上来觉得很正，它肯定可以非常牛逼的去清洁你的牙齿。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在它第二位的下面的这个你以为是弟弟的美白模式，它是里面3个最正的一个。然后如果你想舒舒服服的刷一个牙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呵护模式。我是很喜欢这个呵护模式，但是我觉得我牙那么黄，必须要美白模式这种高频率的东西，然后它是真的很正很正，正到妈都不认得。就是虽然是这样，但是它肯定能很好的去清洁你的口腔。那么这个牙刷呢，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去淘宝就可以买得到，只要搜索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买到嘛。本期刷牙节目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这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再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记得订阅我，说是。